你看你摇的时候是不是头跟着摇的？你看，对不对？真的好吃哦！没有骗你们啊！大家好，我是 Eddie Chiu， 我今年已经66岁，我在75年就当兵，我是一个啊工兵的营上之长，在我退休这样，我当了正规军人，也后来进去 Reservist， 我总共服务了这个 Reservist 跟啊正规军人。30多年。你好，我是洪杰春，今年21岁。我刚刚当完1年多的兵，还有多几个月就能 ORD 了。现在我是一个 combat engineer。在我们的年代，读书的人是很少的，所以即使我们要沟通，英文跟华文的人沟通都有问题。所以最好的沟通还是 Hokkien， 因为都是这种的环境长大嘛， Hokkien 变成一个主要的，所以我们才有 Hokkien 兵。现在是英文兵了啊，没有 Hokkien 兵了啊。这个就是我们以前穿的衣服，以前我们的 name tag 就是这样，我们的 name tag 就是有这个 color code， 这个青色就是你能讲英文，连这个 orange 就是你可以讲华文，那些军事还是军官要跟你沟通，他可以看得到你这个 deck， 就是知道你会什么语文来沟通。我们以前最好卖在 canteen 卖的东西就是姜母，第二个好卖就是蜡烛，而我们的衣服就是要烫，下了姜母晒干，再下姜母再晒干，下了2-3次再来烫，所以那个衣服当时人家讲我们的衣服放着可以站起来，不是假的，是真的可以站的。这个是我跟我的以前的上司借过来的，这个是叫做以前的 number three， 他们抄的时候就是用这个衣服，这个就是专门叫的 damasek green， 哦，所以要烫到很硬，放起来站才可以的。现在的衣服也是没那么热了，没那么闷，穿起来的时候流汗啊，做完运动之后没那么闷咯，不会觉得太热还是太重。啊，这个帽子你可以试试穿这个帽子先咯。你看那个帽子的重量。其实现在我们的帽子哦，这个是叫做 high cut 啦，high cut 的帽子啦，这个是以前的帽子，真的很大，真的很大。真啊，以前就是一个而已。如果你的头太小，就是不拉就有了咯。比较重一点呢、啊，然后也没那么，也没那么舒服啊，因为现在 helmet 里面我们最少还有一点 padding 给我们戴的时候比较舒服一点，而跑的时候啊就没那么，不压到我们的头。哇，可是以前的真的很不同、啊。跑的时候它的震动很大，它会震，会跳，所以你跑的时候这个跟着跑不一样的，所以你。你看你摇的时候是不是头跟着摇的，你看对不对啊，他在跑的吗？对，这个是 Tektron 的，这个是属于80年后的。我们有 number one, number two, number three, number four, 连我们有 number five 咯。太小了。你看以前我多么小资健康瘦啊。现在我自己都穿不下了。哎呀，给我买下吧。我们的 combat ration 就是有一个饼，不是这个 chocolate， 是比较像苏打饼这样白色的，我们叫 dog biscuit 啦。这个 combat ration 里面有一个罐头，就是我们现在在巴扎看的那个5毛半的那只小小的沙边罐头，还有那个小小扁扁的那个黄豆，连加上 jam 狗饼。一包这个lemonade， 现在粮食是这些哦。如果假如说去 outfield 时候，他们就会给这样的粮食哦。一个是叫做 accessory bag， 就是这些零食给我们零食吃；另外一些就是 combat ration， 通常会给两个餐，然后一个甜饼。那他们给的甜饼啊，大多数都全部都很甜的，蛮好吃的、啊。这个是 barley with white fungus dessert。这样我就开来试试看了。这个真是我的福气了。你真的好吃哦。
我也喜欢了，这个我也留回家了。没有骗你们啊，真的好吃，我还是喜欢吃试试这个巧克力好不好吃。稍微比以前的火饼软了一点，不过还是属于硬了，不过真的很好吃，在我们的时候这个是梦寐以求了啦。在当兵时候我就学了很多东西哦，就是最重要，我觉得最重要的学的东西就是怎么跟其他人沟通相处哦，是要感谢像 Eddie 还有其他老兵们的贡献还有牺牲啊，没有上一代的你们就没有下一代的我们哦，不管是从早期的兵或者现在的兵，还是想保护国家咯。因为每次人家都讲老兵比较耐，新兵什么都好像啊，他们就说讲 strawberry nation 啊什么，其实我没有这样认为，对于保护新加坡一样的，要保护国，有一个国家才有家。